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摄诸品》第十五。我们继续学习十种智名第九段知众生缘起，本无有生智名，为菩萨以善巧之名了达一切众生受生因缘所起之法，悉皆空寂，本来无生，是名知众生缘起本无有生之名。这个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大乘经教里面常常读到缘起性空，生即无生啊，正是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啊。那佛给我们讲真话，这一切现象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这是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的真相。阿罗汉以上真的看破了，所以见思烦恼断掉了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他确实修行正果，我们俗话说得到了啊，他真的得到了啊。得的什么道呢？阿罗汉道。阿罗汉道在佛法里面虽然是小果，那个功德了也是相当殊胜啊。为什么呢？六道轮回他超越了，这个看破重要啊。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，生生世世没有办法离开，就是迷在这个事实真相里面，以为六道里面一切东西是真有，产生严重的执着。这个亏吃大了啊！诸佛菩萨在经教里面常常劝导我们，
提醒我们啊，我们每个同学至少啊应该也经过千万遍的提示，可是依然不觉啊，依然不能回头啊，所以造成苦受啊啊，这个三界里面所受的苦乐忧喜啊，心有忧喜，身有苦乐啊。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再有苦乐忧喜了啊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答案，看破了就没有了。啊，从哪里看？从自己身心看，从外面境界看，都可以。啊，只要你看到真相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一切放不下了，都是对事实真相没能了解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好，《金刚经》与中国人有特别的缘分。过去禅宗五祖忍和尚啊，弘忍大师一生极力提倡，所以这部经呢就家喻户晓了啊，尤其是慧能大师从《金刚经》啊开悟的啊，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了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这应作如是观，这应该从这里看破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佛举的比喻好，六道像什么？六道像梦一样。啊，我们在六道就是在梦的里面，没醒过来。啊，醒过来之后才知道这是假的。啊，醒过来之后，是的，六道没有了，叫梦没有了，梦醒了，啊，梦没有了，还能想得起梦里面的情节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叫稀奇。啊，梦确实没有了，会想到梦里面的境界，啊，那稀奇未断呐。啊，所以他证得的境界是阿罗汉果。在这个果位上必须再把这个习气淘汰掉，不再想了。假的你想它干什么啊，何必想梦里面的事情啊，梦到一切喜乐的境界是假的，梦到一切苦难境界也是假的。再给诸位说了，梦到一切佛菩萨境界也是假的。
借助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啊，有为是什么意思？有生有灭，就叫有为。啊，可是生灭不住啊！啊，这个住啊，就是停住，它不停。啊，千流不息，前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一个念头就生了。速度之快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啊，连想象都达不到，你怎么能够执着？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都讲老实话了，不可执着啊！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我们还是不觉悟，还是要执着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前的习气，在六道里面，这个习气太深了，太严重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，熏习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四十年。我在大乘里面熏习了五十多年了，啊，快到六十年了，啊，这么长期的熏习呢，产生了效果，啊，可是这个效果呢，依然敌不过习气，啊，习气常常现行。啊，比一般人好一点的，就是习气一现行啊，立刻就能觉察。啊，觉察是明了，明白。啊，虽明白呢，但还是放不下。既然如此，啊，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好处，已经就非常难得了。啊，我们把所有一切现象，啊，这个生灭现象呢，就是有为法，啊，看得越来越淡薄。这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啊，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。严重的它有苦啊，很苦啊。现在就是受这个苦乐忧喜淡薄了啊，苦淡薄了，喜也淡薄了。忧虑淡薄了，那么与佛菩萨的经教体会就越来越深刻啊，越来越欢喜。大乘教里面常讲的法喜充满了，啊，得不得受用？得受用，头脑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冷静，那身体呢越来越健康，啊，为什么？身体与起心动念关系非常密切。
啊，心清净啊，身就清净。身清净呢，纵然有疾病，那个疾病也很容易恢复正常。啊，疾病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啊，为什么诸佛菩萨不生病？啊，不但不生病，他们真有功夫的，他能保持不变。这一招很厉害啊。谚语所谓菩萨菩萨年年十八，他不随着年龄老化了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他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。佛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现象心性是变的啊，心性不产生变化，变化是实变的。实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，它有分别，它就有变化；它有执着，它就有严重的变化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九、第十两种之名啊，不但是提升境界啊，其如实相啊，要用我们现在我们境界里面讲的，它可以给我们治疗老化，它有这个功效。啊，这个是大家听得很开心的了。啊，因为你都想年轻，你都想不老，可是年轻不老还是分别执着。啊，不过老化的慢一点而已，不是不老。啊，真不执着呢，那老化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倒不是假的，我说他六道轮回没有了吗？这个衰老就没有了啊，这六道轮回才有这个现象啊，四圣法界里头没这个现象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关口。诸佛如来足思大德，苦口婆心的，天天在劝我们。啊，有善根的人，善根的来源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因。这一生中啊，遇到善友为缘。善根才能起作用啊！如果没有深厚的因缘，虽有善根，力量不强，这力量薄弱啊。他有缘，能够接触到佛法，能够听闻到大乘，但是他不得受用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在佛法里面讲的，清凉给我们讲学习四个阶段啊：性、解、行、证。性与解都不能得实际的作用，真正得实际作用啊，是要行啊，就修行啊。
学了之后啊，要把我们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、啊、错误的做法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体、对外面的境界，都认为是真的，这个错误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它修正过来？我过去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做了一张小张的贴纸，啊，我记得是圆形的，啊，上面印的呢就是《金刚经》上四句偈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印一张小张的，透明的，送给很多道友，叫他贴在哪里呢？贴在电视机上。啊，透明的，电视机上贴上这几个字，每一天看电视，你就看到这几个字，知道电视里面的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然后回光返照啊，我们现实的社会，就像电视里面色相啊，完全相同。你可别当真啊！啊，你要当真啊，就错了。所以你要明了，你要通达，一切众生受生因缘所起之法，这是讲六道众生里面轮回的众生，无论你在哪一道受生，受生当然就有死亡。有生就有灭吗？灭了之后啊，对，身体灭了，四大分散了，灵性不灭。但灵性呢，它不灵了，迷了。如果灵就好了，灵呢，至少它能证阿罗汉果了。这个灵呢，迷了。孔老夫子在《易经系辞》里面称它叫迷魂，游魂呢。游魂是迷，迷而不觉。现在这个世间，东方西方啊，都把它称作灵魂。灵魂不灵，灵魂是在迷的状态。他要是真灵，他就不去投胎了，不再搞轮回这个事情了。实在讲，搞轮回这桩事情是他自己做不了主。有一股力量啊，引诱他。这个力量叫业力。业力在引导他去投胎呀。投胎的时候，这个业叫引业，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。六道里头有六种不同啊。
这个力量是你身心所造的。啊，如果是有强烈的善业，你升天道，你跟天人相应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善。啊，什么是善呢？真实利益一切众生，没有为自己想的。啊，善心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，不能说他不善，他的善不圆满。啊，这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中品善。啊，就不是上品善了。上品善里面没有自私自利，全心全力舍己为人，这叫上品啊。啊，全心全力去修善呢，里面有自己的目的，啊，掺杂着名闻利养在里面，这就变成中品了。如果掺杂着傲慢、嫉妒、好胜，那叫下品善。啊，其实，在善的这个做法上说的时候，没有两样，三个人都一样，都看他们，哦哟，尽心尽力在做好事，但是三个人的心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上中下三品呢是论心。啊，上品是善的时候，这是天道，中品善善行是人道，下品善是阿修罗道、罗刹道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啊，尽心尽力行善，这三个人是一样的，谁都不输给谁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品？发心不相同啊！啊，如果是阿罗汉以上，啊，那是圣人了。圣人应化我们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哎，他行善也是尽心尽力。啊，跟这个世间真正修善的人一起，看样子形象上没有差别。啊，那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他们没有心。我们幕后这一条会讲到无着心，他没有执着心，这个就高了。啊，你看看修上品是善，修天道的他有心呢、啊、不，他有心，他不是为自己，就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，为众生啊，为社会啊，他还是有心啊。到没有心的时候，那就是无我的境界就超越了，他就不在六道里面啊。这个要懂，不懂的话你怎么学啊？你到哪里去学啊？啊，那上品善的人，不但是从早到晚，啊，念念呢想着众生苦，希望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希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可能连他睡觉做梦都想这些。这我们一般说，这真心，这不是妄心啊。
啊，所以自己晓不晓得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需要去问别人。啊，学六道，我们将来到哪一道去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贪心重的人啊，贪名也好，贪利也好，啊，甚至于学佛贪着佛法，还是贪呢？啊，只是换个对象而已，依然是贪。那么这种人，果报在恶鬼道啊！啊，去学佛怎么会学到恶鬼道去了？啊，还有学到地狱道去了。我记得早年呢，我讲过几次大势至菩萨语言通章，我们采取的是慈云灌顶法师的素抄，他做得好啊！啊，大势至圆通章文字不长啊，只有240多个字，比心经还短。啊，做得非常好。幕后啊，他附带有一篇文章，就是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。啊，第一个果报就是堕阿鼻地狱。啊，堕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我当时很疑惑，念佛好事情啊，这不能往生啊，也不至于堕恶道啊。我把这一桩事情啊请教李老师，李老师看了之后，这是大问题啊，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讲。啊，念佛为什么会到地狱道？傲慢、嫉妒、嗔恚心重，烧香都要烧第一炷香，落在第二个人后面的时候，他就不高兴，就要发脾气啊，强烈的嗔恨心啊，样样都要自己走在前面，绝对没有让步的这个念头，他跟地狱道相应的啊，那个嗔恚严重啊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，老师说了一条，其他就明白了。念佛贪心不断啊，严重的贪心啊，今天在佛门里面，佛门里面行善的多啊，啊，学佛的人这个善心的很多啊，尤其在道场啊，做许多功德的好事，大家都捐钱。如果管钱的这个人啊，数目小了，他没看在眼里，如果一下子
有几千万，有几亿万，哎，他就动了念头了，啊，自己把他，也占有一部分，啊，一个亿吧，去做好事，哎，他拿个三千万、四千万，他自己可以呀，在这当中啊，独享个五六千万。造这个业呢，来生到哪里去？重的阿鼻地狱去了，轻的，轻的是什么？心地善良，啊，行为都还不错，恶鬼道啊，他出不了三途啊！啊，几个人能够在无欲现前，啊，强烈的诱惑能够不动心？啊，那就是真正在修学功德。啊，动心可不行。啊，尤其是起心动念的，为了控制，为了占有。破坏佛教形象，啊，障碍佛法的弘扬，这个罪过都是严重的三恶道。啊，他做的时候晓不晓得呢？他不知道，迷惑了啊，所以是财迷心窍啊。啊，五欲都能迷人，财色名食睡，啊，所以世尊慈悲也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，啊，他学的是真干净。啊，一生物质生活所拥有的三衣一钵，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这个实现目的何在？用意何在？告诉后学，五欲六尘呢，沾染不得。你纵然有功夫，可以不沾不染，可是你做出的样子，啊，好像还有这种染污的样子，后人会跟你学。啊，当然，古印度生活环境跟中国不相同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佛法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外国去迎请回来。啊，身份是国宾，进入到中国之后，受到帝王的尊重。啊，帝王要拜这些法师做老师，他的身份就变成国师。啊，当然是皇上的老师，不能去歧视啊。也不能到树下一宿啊！啊，所以早年寺院庵堂
啊，是皇家建筑的，啊，是帝王来供养三宝啊，啊，以后这帝王带头啊，啊，有这些大臣、大夫长者，啊，他们也起来效法，啊，建立的寺院。都是十方道场啊，啊，不是送给哪一个法师的，啊，出家人在寺院里面修行，啊，那个时候，重点的工作翻译经典、讲解经典、指导大众学习。所以他是学校啊，啊，都知道很清楚啊，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提供的道场是成就四众同学的道业，没有一个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世世代代高僧高士在家成就的成为高士居士，成就的人太多了。啊，现在呢，像流弊发生了。啊，寺庙越建越华丽，啊，富丽堂皇，人都想控制它，都想占有它，这个念头，诸位想想，果报在哪里呢？啊，全在三途。不但天道没有份，人道都没有份呢。啊，即使修罗、罗刹，他都没份。啊，修罗、罗刹说：“这是真修行啊，真的行善啊。”啊，只是贪嗔痴的习气重而已。啊，所以他还能够在人间做修罗、做罗刹，在天上做修罗、做罗刹。啊，现在我们细心去观想，啊，大多数啊，像这个有控制占有这些念头，心行不善，啊，那从什么地方看？最明显的，他不能真正护持成就啊四众的修行，啊，下品善人，这个下品善是真善，他真正成就别人修行，啊，但是他自己的欲望很深，啊，他要控制，他要占有，啊，他不妨碍别人修行。我护持你在这修行，啊，对你的功课监督很严格，啊，真能成就人，啊，所以他自己造作这个恶业，他的果报在人天，
啊，他不是在三途。啊，如果障碍修行，那他的果报在三途。这众生受生的缘起得搞清楚搞明白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六道轮回的状况，什么样的因，什么样的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功德第一殊胜的，就是护持正法救助。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了，这叫真正护法。那正法救助靠什么呢？靠真正修行人啊，而且真正发心续佛慧命。啊，佛的慧命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，你要向他学习啊，佛法是教学，是师道啊，它不是宗教啊。虽然佛门里面自己称宗教，但是跟现在一般宗教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。他讲宗是禅宗，讲教除禅宗之外，所有宗派都叫做教下啊，宗门教下怎么分的？教学的方法不一样啊。宗门可以说是上上根人啊，那是天才版啊，他们没有阶级的。啊，修学的目标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。啊，在中国10个宗派，啊，其他9个宗派采取学习的方式是渐修。啊，像我们读书一样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按部就班上去的，这叫教下。所以宗教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宗门教下了。啊，可是现在传统的半班教学，依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一套教学的方法疏忽了啊，而变成不是为活人服务了啊，是为亡人服务的，那就变成宗教了，跟国外外国宗教其他宗教就没有分别了啊。不是为这一生服务，是为来生服务，
是为亡人服务。错了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替亡人服务啊，为活人服务的。啊，我们不能不清楚啊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说得好，啊，佛菩萨哪一道都去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他在人道肯定是为人服务的，在天道呢，那是为天服务的。啊，他在畜生道受畜生身，为畜生服务的，在恶鬼道，他变成恶鬼身是为鬼服务的。啊，还有在地狱道，你看地藏菩萨在地狱道现地狱身，为地狱众生服务的。啊，佛决定不会罢了。三恶道服务的情形在人间来办呢，是讲不通的呀。啊，所以在大乘里面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怎样学习？啊，怎样把弘护的工作做好？啊，我们在六道受生的因缘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对自己有大利益了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做弘护的工作，把所有功德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提高品位，啊，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目的。啊，佛不希望我们升天。啊，为什么？升天不究竟。升天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还要受轮回之苦啊！我们这一生，啊，过去生中忘掉了，这一生当中所受的还不够苦吗？还要再继续干吗？啊，我们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，贫穷是苦，富贵人的苦，绝不亚于贫穷。我看得很仔细啊，啊，我得到什么个结论呢？富贵人的苦啊，比贫穷人那个苦啊，复杂，那个苦更严重。啊，贫穷人苦的时候，只是衣食缺乏而已。富贵人这苦啊，太多了，说不尽啊。啊，没有贫穷人那个痛苦那么样单纯，那么简单。啊，他能得到一点饮食，啊，得到一点衣服，能够保暖，他就知足了。啊，所以你细心观察，看清楚了，就不想到人间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总算是很幸运，得人生
闻佛法，又遇到大乘，又遇到净土，啊，自自然然，全心全力去修净土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？问题在你有没有信心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有信心，有愿意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但是有信心、愿意去的人不少，为什么很多人没去得了呢？这个世间没放下，你就去不了。你还有一丝毫贪恋，啊，舍不得离开，你这一生求生净土的机会就当面错过，那叫真可惜啊！啊，放下，什么时候放下？现在就要放下了。哎，别以为呀，我现在还很年轻啊，时间还很长啊。啊，到我七老八十再放下还不迟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你跟阎王切了合同吗？你有那么长的寿命吗？啊，所以如果你要是细心，每天看看报纸上的副文，我很多年没看过报纸，以前报纸上天天都有副文，不知道现在报纸有没有。啊，你看那个副文上，多少年轻人，不到四十岁的，啊，正是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看报纸，头一个就看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奇怪。哎，你不看新闻怎么看这个？啊，我看这个东西，对自己是高度的警觉。啊，天天看，看这么多人走了。啊，慢慢就慢慢就轮到我了。啊，有这个警觉心，你才能把光阴掌握住。这个光阴不能让它空过，要用来念佛，要用来修行。啊，希望我走得自在，希望我真正能达到我想象当中的目标。这一生就没有空过。一生圆满成就，无论在理上说，在事上说，都是可以做得到的，而且是人人都能做到。善导大师的话了：净宗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啊，善导，相传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那么善导的话，就是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说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，对这个世界、出世间、出世间佛法。啊，佛法里八万四千法门，不再贪念了，啊，不再想学了，啊，
一部《弥陀经》，一句六字洪名，死心塌地地念下去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你说这个法门多简单啊！想学东西，不必在这个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学啊！极乐世界的环境好，极乐世界的人寿命长啊，极乐世界有好老师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十方诸佛所以加持你，就是教导你。啊，无论是修福修慧，在十方世界都没有办法能跟他相比。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受苦呢？啊，那么我们真的要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那需要多少时间才够呢？我们从净土圣贤录，从往生传里面去看，你细心去看，大多数不出三年，所以不要很长的时间了。啊，三年一千天呢，这个时间足够了。啊，真正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你肯不肯放下。啊，不肯放下，那就是障碍。啊，能不能决定往生，可以说决定在你肯不肯放下，肯放下没有一个不往生，不肯放下呢，那你就没有把握了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导我，看得破放得下。啊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就是教我们看破。啊，看破之后，自自然然不会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了。啊，这个两段。空有两边不住啊，大菩萨行啊，啊，大智大慈大悲，啊，知道云生之法，悉皆空寂，本来无生，现在有没有生呢？没有生。啊，无生而生，生即无生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吧，好像都存在吗？假象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也是多次再说明，这个相是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相你得不到。啊，它的时间，这个相是从哪里？从念头生的。你说我有没有念头？如果是你，我没有念头了，没有念头，这个相都没有了。
诸位要知道，没有念头的时候，你所现的是常寂光，连十报庄严图都没有啊。所以诸佛如来现的十报庄严图是真的是假的，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没有说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除外，没有这个说法。只要有相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悉皆空寂，不能住啊。啊，说的粗一点，不能想控制，不能想占有，想控制、想占有就造业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像现前，告诉你，你可以受用，就是你可以享受，但是你不能有占有的念头，不能有控制的念头，那你就是走的是佛菩萨道了，啊，你会非常快乐，法喜充满。那为什么会生烦恼呢？我控制控制不了，生烦恼了，占有也占有不了。啊，得到了之后又怕失掉，患得患失，这就生烦恼了。啊，所以烦恼从哪里来的？哎，从控制的妄念，从占有的妄念而来的。那知道这个东西是梦中之事啊，你可以尽心享受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菩萨生活。啊，这个里头得大自在啊！啊，那怎么受用法呢？最后一条讲受用了。啊，第九看破了。啊，第十就讲受用了。一无著心，嫉妒众生之名，嫉。是救济，度是度化，慈悲普度众生。你看呢，前面讲众生是空的啊，众生受身因缘所起之法，通通是空寂的。啊，空寂什么？它有这个相，有这个幻象。那菩萨对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幻象，啊，全都是梦境。可是，这些众生迷在这个梦境里面出不来，啊，这也很可怜呐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常常，哎。感叹这些众生叫可怜悯者啊，他迷在这个梦里头，他醒不过来啊。所以众生有感呢，菩萨就有应啊，应化在十法界里面。你看菩萨如何跟这一些众生和光同尘啊，不及世间也不离世间，这个高明啊，高明到极处啊！啊，我们看这段文，为菩萨以善巧智明，了知一切众生虽皆空寂，而恒其无著之心。说法教化，令其度生死苦海，成无上正觉。是名以无著心嫉妒众生之名。
这个事，佛经里头也有一句话赞叹他们，叫游戏神通。这句话意思很深啊，佛菩萨在十法界里头示现，像是舞台表演一样啊，他表演得很逼真，他自己心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假的不是真的，人家高明在此地，六道众生在这个里面演戏呢，假戏当真，那就苦了，就错了啊！菩萨在这里面知道全是空寂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他不但是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啊，他连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全都没有，高明到极处啊！啊，像谁呢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、阿罗汉们，应化在这个世间呢，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呢，也个个都是这个境界啊，他们没烦恼啊，啊，化身菩萨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，游戏人间，没有一桩事情当真啊。啊，所以随缘不变啊，这句话大乘教里头佛常讲啊。啊，我把这一句话讲成了四句，四个不同境界啊，诸位也很容易理解啊，不变随缘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到世间来的，不变随缘呐。啊，四圣法界，他也到这个世间来，啊，来修行，立誓练心。啊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没见性，他们有能力到六道里面来应化啊，他来应化是什么样状况呢？他是随缘不变啊，随众生的缘修不变啊，立誓练心呢，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什么样境界他都经历，他们有一样不知道的，他不经历就不知道啊，什么境界都经历啊，在经历里面修不动心这叫真修行啊，第三种呢，不变不随缘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乘人啊，有一类的阿罗汉，他见思烦恼断了，对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他到四圣法界来了，去了，
不再回到人间，不随缘了。啊，可是我们晓得，这个境界是有一段期限，因为他不随缘呢，他就不能往上提升。他就停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啊，这个境界，佛经上有个顺语，俗语叫偏真涅槃，不是真正的涅槃。啊，那么大概要停多久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。20000大劫，哦，这很长时间了。啊，20000大劫之后啊，他觉悟了，回过头来回小向大，啊，去修啊，随缘不变，他就修这个了。啊，去立思练心了。第四种是我们凡夫叫随缘随变啊，那你就苦恼了啊！六道凡夫是随缘随变啊，啊，小乘阿罗汉啊，不肯到六道来教化众生的啊，那是不变不随缘，回小向大啊，到这个世间里面来教化众生，啊，这就是四圣法界的随缘不变，啊，恒顺众生，修随喜功德，啊，功德是不变的，变不是功德了，啊，那叫福德，啊，所以功德就没有了，啊，那么在华严经。初度以上，这都是明心见性的，他们超越了十法界，硬化在十法界里面，都是不变随缘啊，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更没有分别之处，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。到这个世间来，无着之心，恒起无着之心。这个"恒起"两个字好我们现在看这个，懂得它的意思啊。恒起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念呐、啊。念念都是无着之心啊，念念里面都没有起心动念，都没有分别之处啊，那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怎么能到十法界来呢？照理说，没有理由到十法界来呀、啊。啊，诸佛报土，十报庄严土，也叫一真法界。我们现在知道啊，那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。啊，念念现这个境界。如果没有念头，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啊，什么境界都没有。啊，物质的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没有。啊，怎么可能
到生法界来呢？啊，到生法界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就来了，甚至还到地狱法界。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听到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这是经文上有的，叫流祸运生。换一句话说，法身菩萨修到一定的境界，就修到等觉了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他不破，有能力破他不破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！啊，最后的那一念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最后那一念什么？就最微细的那个念头，初念没有了，最微细的那个念头。那个念头叫生相无明啊，就是还原观里面所讲的邪一体起二用，就是起二用的那个念头啊，还不是真的念头，是这个念头的习气啊，只要它有它就起作用啊，跟十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作用。我想这个说法是佛的方便说，不是这样说。众生不能够断疑生信啊！如果真是说呢，真是说还要留这一品或不断，你想想看，他是不是又起了分别之处？真的，他又起分别之，起分别之，他又迷了，让他成佛又变成凡夫了，没这个道理呀、啊！这个在大乘教里佛没这种说法的。啊，成佛之后永远不会再堕落成凡夫了，他真成就了。那到底什么回事情？我们从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里头领悟到了，啊，从这个实验证明了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自信，啊，自信像什么样子？他说。何其自信啊，本自具足。自信什么？自信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里面具足一切法，只是不现就是了。啊，不能说他没有。啊，所有一切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，啊，常寂光他具足，能生万法啊，是具足，他要语言才能生啊。我们在前面，哎，就在《长者合论》里面跟我们讲三种语言。啊，没有语言不能生的。那语言是什么呢？语言是众生有感，
它自然就有应。那这个应是，这个应是本能，没有理由的，而且应得非常快。啊，说老实话，我们如果没有通过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我们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个事实，你就不能再疑心了。你再疑心，再追问，那你错了。那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问题上又起了妄想分别之处。你怎么能见到事实真相啊？彻底放下了，真相就在现前。啊，所以凡夫有个很不好的习气，也不能说是坏习气，那就怎么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问到最后啊，不能再问，再问呢就又变又复杂了。啊，周而复始了，啊，腊月三十再问，明天初一了，又回头了。你不能再问了，就是问题就没有了。啊，不能再起心动念了。那就真的究竟佛果了。啊，所以要晓得究竟佛果是从原教初住菩萨开始的。啊，初住菩萨问不问了？不问了。这个疑惑断掉了。啊，所以他那个习气慢慢自然淘汰啊。啊，多长时间不要去，也不要去问他。啊，一问他，你就落在分别执着上去了，马上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啊，实性心满，这些疑虑全断了，再不会生气了。啊，他还会生气的话，那就是习气相当重，他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他能够出得了十法界的，就是证明他的习气断了。啊，所以还有就是无始无明那个微细的习气。啊，但是那个不妨碍。啊，不妨碍他给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。所以诸佛菩萨到世间来应化，你一定要晓得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有能力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啊，显示出慧能大师所讲的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活活泼泼。一丝毫障碍啊，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楞严会上佛所讲的啊，这一些诸佛如来啊，化身大师的诸佛如来金刚经上说呀，随众生心印所质量，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随着众生的念头自自然然的事情啊，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，啊，应以宰官身得度他就现宰官身，应以帝王身得度就现帝王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，
三十二应是把它归纳为三十二大类，其实不止啊！啊，你看看，在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分为五十三类，啊，五十三在密宗里面代表圆满。啊，三十二也是代表圆满。啊，它不是一个数字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它能够现无量无边的身相。啊，甚至是因以花草树木而得度呢，它就现花草树木。啊，让他看到这之后有所感触，豁然大悟。有啊，有这种情形啊。啊，应以风吹雨打。啊，听到雨的声音。啊，豁然开悟了。不定。每一个众生开悟的这个语言不一样啊，所以佛能绝对不会失掉时机，恰到好处，他就来给你做实验，来引导你，让你豁然大悟。啊，那么对于机缘不成熟的人，啊。没有达到开悟边缘的人，那怎么样呢？说法教化啊，到开悟边缘的人的时候，那不一样啊。是在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是听经而开悟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，那不是听经开悟的。那用我们现在说，他是夜晚看天象开悟的，啊，看星象开悟的，啊，那我们再看禅宗里面开悟的这些个案，无灯慧远。传灯录里面所记载的啊，许许多多开悟这些例子，个人因缘不一样啊，啊，千差万别 啊，可是悟入的境界是相同的，没有两样啊。这个就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。佛帮助众生，众生业障重的沉沦在三恶道啊，佛为他们现身说法啊，教化他们断恶修善啊，先让他们呢脱离三恶道，到三善道来啊，这个就跟大夫治病一样啊，啊，他得这个病太苦了，先减少他的痛苦啊，作为一个缓冲啊，然后再好好的治疗他啊，所以先把他带到人天。人天里面再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啊，不足的帮他提升，用教化帮助他提升，
经文里面，不用教学，用教化，这个意思深了。啊，教化什么？教是因，化是果。这个教学沉积着住啊，那沉积是什么呢？它变化气质了，它真产生变化了。那教他在学，学了他没化，还是枉然呢？那他没有变化气质啊，所以这个教啊，要重视教学的成果啊，教学收不到成果，就白教了啊。所以你一定有善巧之名，他才能做到。啊，帮助众生回头是岸呐！啊，先教他断我修善，得人天身。啊，从人天身再教导他破迷开悟。这就是大乘教。啊，帮助他从卧道里面升到三善道，这是人天法。啊，十善业道里面讲的最底线的人天法。啊，有这个基础了。啊，你看佛在世，啊，他49年。这个教学的层次我们能看出来，开头12年讲阿含呢，啊，阿含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断我修善，啊，好像是佛门的小学，啊，12年小学这个阶段结束了，办中学，啊，8年方等，啊，方等前面通小乘，从小乘提升，后面接大乘，啊，所以方等叫大乘实教，啊，开始大乘的初级班。大乘的预备班，啊，8年了。8年之后呢，纯大乘了，般若，啊，般若讲了22年了。般若讲什么呢？般若确确实实是在诱导我们。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我们都以为这个世间法是真的，佛才给我们说破，这世间法是假的。不但六道是假的，四圣法界也是假的。啊，甚至于我们在华严上看到了。连诸佛报土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啊，让我们体会到真的只有一个常寂光净土啊，所以这是佛第三个层次啊，啊，最后8年讲法华啊，法华讲什么呢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啊，这个不是说因材施教啊，循序渐进，
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那想想我们自己不是上上根根器。啊，我们是经营的所说的大乘根器、中乘根器、啊、下乘根器，我们是上中下三乘根器的。啊，这三种人都需要慢慢的学习，慢慢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学习不能够劣等。啊，劣等是佛陀不愿意看到的。啊，所以他才在经上说：“啊，佛子，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。”后学大乘说非佛弟子，他否定了。啊，学习必须是自始至终循序渐进。那么我们再看看现代人学佛，一定要看话，看结果啊！跟古人一比呢，古时候学佛真的变化气质，而今人学佛了，没看到的变化，学佛之前是那个样子，学佛之后还是那个样子，没有变化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进步啊。说的不客气是，他没有学到啊。那所学的是佛的表面。啊，那这让我们想到开经偈上一句话：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确实有人学了很多年，甚至学了一辈子，不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什么是如来真实义？佛给我们讲的，像此地说的，了达一切众生受生因缘所起之法，悉皆空寂，这是如来真实义。那我们对于这个一切事相上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还是要控制，还是要占有，这就不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那算了，我就一切事情都不做，都放下了，还是不解如来真实义，那怎么办呢？学菩萨，哎，该占有的占有，该控制的控制，心里都没有，事上有啊，心里没有，这才是如来真实义。你事上没有，就不能办事啊。啊，所以他恒顺众生，他是一样做啊，但是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所以他是在演戏。啊，他不是真的。啊，他欢喜是在演戏。你看舞台上叫他笑，他非笑不可。为什么呢？剧本上写的这个时候笑，他就得要笑。叫他哭他就要哭，他不是自己意思，我想哭想笑，不是啊，剧本上写的不能不笑，不能不哭啊。所以菩萨在这个世间是来演戏的，哎，他不当真啊，哎，所以他不造业，
啊，言得很逼真，他不造业。啊，那我们凡夫什么都当真。啊，引起自己贪嗔痴慢的烦恼，那叫造业了。啊，造业，那你就有果报。啊，佛菩萨在那演戏不造业，所以他不受果报。啊，这个就是他的不变。啊，他能够真正做到随缘不变。啊，我们凡夫很可怜，随缘随着变。啊，这不能跟人家相比。啊，所以人家造的那个，我们也有个名词给他，叫净业。啊，清净，他不染了。啊，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们在那里看出他的门道，他造的是净业。你看参访完了之后，礼辞，那礼拜善知识，感激善知识，辞是什么呢？辞是心里头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没有执着啊！你有分别有执着的时候，那你就没有辞，你真的受他影响了啊！他不受啊！啊，善财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！我们一生要成就无上菩提，那就得学善财。啊，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。啊，那什么？那是真修行。啊，在这里面修什么呢？就是学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个高明到极处啊！啊，说法。开口是说法，不开口还是说法。开口是显说，不开口我们叫暗示。暗示里头有密意。啊，你看对方有没有这个智慧啊，他能够悟入。啊，懂得这个意思，你才晓得诸佛菩萨的说法没有中断过啊！啊，分分秒秒都没有中断过。这就密意在里头啊！啊，教化众生，这才是。经教里面所给我们提示的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普度众生呐，啊，要帮助众生，帮助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成无上正觉。你没有成无上正觉的时候，佛菩萨是念念都没有离开你，不管你现在学不学啊，你学佛的时候他是这样照顾你，你不学佛啊，你反对佛学佛教，你说佛教是迷信啊，毁谤三宝，他也是在照顾你，从来没有离开你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看说到这样子了，
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迷失了自性，所以你才有叛逆的行为。他是一个好老师啊，事先是个好老师啊，慢慢他很有耐心等你回头。你在造业，造业一定吃苦头，有果报，苦头吃尽了你就回头了啊，所以说苦尽甘来呀、啊！你不受尽苦，你不肯回头啊！苦头受尽了，到哪里去受尽呢？到阿鼻地狱去受。啊，你才能回得了头来。业障习气很重的人，阿鼻地狱受那个苦，他还不知道回头。那怎么办呢？再去说啊，可能在阿鼻地狱去个十次八次啊，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都有啊，但是终有一天你会醒悟过来啊。佛菩萨照不照顾？照顾。什么样苦难的时候，他都在暗中照顾，啊，有印，明印，你自己不能觉察，啊，只要一念善心起来，得度的机缘就成熟了，啊，他就现身来帮助你。啊，来教导你，这说明是无尽的慈悲也。啊，佛家讲大慈大悲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他始终不舍弃你。到什么时候你的感恩，你觉悟了就感恩念头起来了。你感恩念头起不来，是你没觉悟，你还在迷呀。啊，觉悟之后，你就会真发心，真精进，你会依教奉行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就帮助你提升成无上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修行的地方啊，这都是佛了啊，所以分真即佛啊。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，在十法界里面叫四圣法界啊，四圣法界叫方便有余土啊，在这个里面接受啊如来的善巧之名。帮助这些相似即佛的这个地位里面的大众啊，提升了啊，提升到无上正觉啊，到无上正觉就跟诸佛如来啊合而为一了。啊，就像这一滴水呀，已经滴到大海里去了。啊，在大海里头再找不到这一滴水了。
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，融入法身。啊，佛教的说语是就真的发生了，啊，真的发生，这才真正成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把这个十种智名简单就介绍到此地。